香港嘅中小企咧，一向都系我哋生产力局致力支援嘅对象嚟噶。喺2012年7月，我哋开设咗 SME1 中小企一站通。而家咧，我哋已经处理咗超过5000宗嘅中小企嘅查询，而且咧成功转介咗佢哋嘅个案咧，去申请一啲合适嘅中小企资助计划，获得批嘅资助嘅款项咧，一共系超过1500万元。而 SME1 除了協助中小企申請資助之外，我們亦定期舉辦一些免費的講座和活動，幫助中小企去認識不同的政府的資助計劃，以及提升他們的營運的效能，而參與的人數亦接近了10000人了。各位中小企業的朋友，在目前這麼競爭激烈的市場，你們不可以再單打獨鬥了。如果你想突圍而出，一定要懂得借助一些外力和善用政府的资源。我在这里多谢大会颁这个奖给我们，也祝贺各位获奖的企业，祝大家生意蒸蒸日上。